这皮城是什么龙族小天才啊？之前跟大家讲了一下 S9 的毒狗羁绊皮尔特沃夫，20层的霸王龙只是个开始，32层开出来的也是答辩中的答辩，预计50层之后才都是好东西。但给的东西答辩关我霸王龙什么事？当霸王龙的电量达到20层，就会直接进化成蓝电霸王龙，获得技能海克斯科技吐息，在1.5秒内对一个锥形区域内的敌人持续造成共1600的魔法伤害，我称这个技能为炽热光辉。而且虽然这个霸王龙不能佩戴装备，但是它能吃珠光莲花呀，而且这赛季有彩色的珠光莲花。这局的城邦和地形是皮城的杰斯武器攻防，效果就是这局就是三彩局，我带的依旧是白板，开局棋子就是发条，他在暗示我玩鸡。第三波野怪楚雨荨也来了，就差临门一脚召唤霸王龙了。我操，皮尔特沃夫之魂，这大麦特麦是什么？升级获得等级数的免费刷新，可保留至后续回合使用。哦，地地街区的加强版，那你就是地中之地。临别赠礼又是什么？妻子阵亡，装备传递并提供护盾啊，那没什么可犹豫的了，回来换上4皮层2格斗。这局我们不走连败，不刻意卖血，我们这局主要是养蓝电霸王龙。2胜1败来到五谷峰呢，我们抢下一个拳套，回来拉到5人口上个抱抱，再把正义给上。2连胜来到野怪环节，我们的霸王龙也已经有了5层了，前期装备太多，野怪就给爆了一把大剑。这新赛季的强化符文起名都这么抽象吗？整活断炉啊，那他整活了我就不给大家整了。第二个强化符文我们拿下升级喽，回来遇到一家诅咒冠冕虚空，这战力好悬没给我霸王龙铁皮干开线了，我浑身难受。虽说不走连败，但毕竟是三彩局，还是2连败来到5谷峰灯，我们拿下一个腰带，回来拉到7人口。霸王龙现在也已经11层了，再拿下2连胜来到野怪。狼哥给了大剑、斗篷和大棒，狼哥回来直接拉到8人口。这个6皮尔特沃夫哈，其实需要2个转，前期才能好凑一点，因为有张大头是5费卡啊，地下最高也才4费。但为啥我8级连艾克也没有啊？来到最后一排四，哦，主角登场，彩色珠光莲花回来，我直接梭哈9人口，轻轻一地大头就来了，巴特。艾克还是没有来，我浑身难受。塞纳换抱抱，装备给到卡莎，轻松7连胜来到饥饿环节。巴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新赛季的大头炮台是可以买专属技能的，这大头什么船长啊？这里推荐大家3点金器，酷酷爆金币。素晴らしい。6-3，艾克终于来了，我们的霸王龙也是到了20层以上，下面就是龙族小天才未来机械版的表演时间了。沙场，谁是英雄？轰轰隆隆，冲冲炮火正在怒吼。攀上巅峰，脚下世界已经因为有我完全不同。冲，再向前冲，跨过寒冬与烈火熊熊。最后我根本就不考虑收菜，这龙就够吃鸡了，3星5费不熟，真的不熟。